不是表哥姐，是我投资失败，自己赔进去。不对吧？你说表哥从你这儿拿了100万？啊，100万？你哪来的100万？钱哪来的呀？不是，都是咱自己的钱啊，还有客户的货款。自己的钱？啊，我怎么记得咱自己的钱前几天才从理财出来呀？你怎么借给表哥的？啊？表哥人没了，到今天都快2月了，你怎么借给他的？咱们自己的钱也没多少，都是客户的货款。100万的货款啊？啊！你放屁！你一个卖二手手机的，谁给你100万的货款啊？你跟我说实话，这个钱到底哪来的？我替表哥借的钱。你替表哥借的钱啊？从谁那儿借的钱呀？哎呀，小玉，你这事儿能不管了吗？啊，有咱妈在那儿呢，这钱肯定能给咱要回来。你不跟我说是吧？我问妈去。小玉，小玉，我跟你说实话。投资失败，自己赔进去。咱自己攒的钱全没，房子也抵出去了。要是再还不上钱，他们就要来收房子了。阮真真，今天这个钱你还也得还，不还也得还。嫂子有钱，我们就是把他接过来用一用，等我们有了一定还他，我们一定还他。你千万不能再进去把这事说破了，小玉。妈，阮真真，今天不管怎么着，你都得把钱拿出来。你就说今天这个钱你到底还还是不还啊？你要真这么着的话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哎呀，别来了，我要什么呀？他不拿钱，我还不赶紧拿钱呀！你快下来，快下来，你别这样。妈，你别闹了，回去吧。哎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想给我孩子积点德，行吗？我这不是也是为了你的孩子吗？你孩子生出来没钱怎么养啊？我得替你们讨回公道。刘刚骗你们的，那些钱是他赔掉的，不是表哥拿走的。你这孩子傻了吧你？我看过所有的聊天记录、转账记录，怎么会是假的？哎呀，那是刘刚伪造的，他刚才亲口跟我说的。